怀孕了，我想留下他的，但是医生说胎儿已经出现了先天严重畸形。我那时候才怀孕九周，医生就建议我结束人生。老师，我多想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，但如果他在知道的时候就要变成失去，与其这样，还不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的好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，再给我一秒的喘息，可我怎么追不到消失的轨迹。你早已我要离婚，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。我不想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，我不想忘记。